巴当加里土崩发生后，慈济雪龙分会成立关怀小组，到双溪毛诺医院接力抚慰家属。我们关怀组在这边就是主要是陪伴，陪伴他们，让他们安他们的心。特别的医护人员也有来一起来协助这部分。等候消息的家属心急如焚，慈济在医院设置关怀小站，准备干粮、饮用水及热食，让家属补充体力。除了在双溪毛诺医院关怀家属，也有志工到受治事故伤患的医院安抚受伤患者的心情。即使慰问与关怀之外，慈济雪龙分会也为受难者准备慰问金，关怀后续协助。声声佛号上达天听，是志工们给亡生者的祝福，愿亡者灵安。麦带林彦君、罗国聪、何永康、谢爱芬、雪兰的报道。